你干嘛呀？去工作室啊。你病还没好呢。我已经没事了。你以为你是机器人啊？重启一下就好了。真的没事。过来，我来坐这儿。 39度呢，没退烧呢，自己看。好吧，其实也可以不去。可是我一整天躺在这里也没有事做。你觉得无聊是吧？那你陪我看一个东西吧。 今天新追的番刚好更新了，要不要一起看？这集。 醒了啊，精神有没有好一点啊？我刚做了晚餐，要不要吃一点？好，先喝点粥吧。谢谢。